道问题，最喜欢关于自己的哪个表情包？都不三二一都不喜欢。哦，你自己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你从来不给别人发你的表情包，你也不会制作自己的表情包。几个问题了？没有，这好像已经结束这个环节了。这是第一个问题里面的分支小问题。那就是如果有人发，就是你收到网友截取你的表情包，你会收藏或者是？我的吗？对，会。但是王一博特别喜欢用他自己的表情包，我要吐槽一下。对，就是我第一次遇到那么爱用自己表情包的艺人。那一般那种表情包都是什么样？就那种他的吗？全是帅的，哇塞！我真的，哎，全是那种特别帅的，什么就是那种，我觉得就是他表情包都是那种帅帅的。王一博老师是我见到。虽然我也没见多少人，但是就是是我目前见到最喜欢用自己表情包的男艺人之一。哪有我？你当时101给我发好多101的表情包，不是那种搞笑的，是帅的。然后我当时，哇哦，王老师，这哎，就是你看这个表情不错，我可以推荐给你用，然后安利你一下。你把你自己的表情包推荐给我？对，